大家好，我是西安美食猫，今儿给吃面，南瓜见刀面。先来踩面啊，加点盐，面会更筋道。有条件的话可以打鸡蛋。温沸和面，边倒边搅，搅成面絮子，用手踩面，揉成一个手感偏硬的面团，盖上石绒布醒面15分钟。南瓜已经蒸好了，面醒好入锅，开始煎面。水开下面，蒸好的南瓜倒进来，孜然、黄花木耳，最后来点芹菜末，来一瓣海带丝，加盐，蚝油快没有了，倒点酱油，快点快点。凉拌，大强哥，哎，来一点吧。有啥？面片儿，蘸刀面。来一碗。不来。来小碗，尝尝。来减肥。减毛线，减肥。看看香香啊！我老装吃。你吃我这碗就要碗。你别装吃。行。你吃，烫一锅凉的。行，真好。来呀！不见多了，才吃。怕烂吗？你说引起仇恨是啥呢？减肥还不能减，我控制住。来啥？反正是再翻翻是吧？来，你坐着。不坐，我坐着。蛮好的。你莫翻这种，你错了。来，都翻下，那哪个翻下还翻的好？老人，老人，你咋都不吃？那我蘸个 C 位。
吃啥饭真舒服。天冷了，走个这吃美的很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我是西安美食猫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加关注。